今天的房间全都住满了。可是这时候还有人来敲门，是谁来了呀？哦，原来是比比东呀。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的房间全都住满了，你就帮我拼一间房吧。那好吧好吧，我去问问有谁愿意和你拼房。小五是一个人住，我来问问小五愿不愿意和你一起拼房。哇啊，天哪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打起来了呀？哎呀，看来你不想和女生住一个房间呀。那好那好，我帮你重新安排。这次呀，我帮你和大师拼房吧，这回你总该满意了吧。不是吧，原来你想和男生住一个房间呀。哎，又来了一位顾客，这不是唐三吗？好，我也帮你拼个房间吧。来来来，唐三当然要和小五住一个房间呀，你们两个就拼一间房吧。哎，五六七也来了呀，快看快看，梅花十三等你好久了，你就和梅花十三住一个房间吧。快看，第二天小五也来了，可是呀，今天的房间住得更满了。哎，快看，小五，你的唐三哥哥在这儿呢，来来来，你就来这个房间吧。他们会不会同意你入住呀？天哪！